OK，好，大家好，我们很高兴今天又给你们做一次这个和厂长一起品尝咖啡的 Vlog。今天厂长在家休假，所以你会看我们的视频里面有他在我和李志刚的最那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想介绍一下李秋霞李厂长，然后呢李师傅李志刚是我们公司做咖啡烘焙的今年我们那个第一个给你们大家分享的咖啡是一个很特殊的来自非洲的咖啡，是来自卢旺达英文的全称是 Rwanda， 来自 Musasa District Dukundi Kawa Kawa。就想用中文怎么讲这个？卢旺达木沙沙，多肯德卡瓦合作社。啊，好，谢谢李厂长。那个，我们一会儿是要用一个叫做杯测的方法来做这个咖啡。就想你那边也可以开始准备你的粉和泡。好嘞，看这个是粉真香。粉的杯子。嗯。我现在要浇水了啊。嗯，好。我们这个杯测这个做法，我们需要泡三分钟左右，所以 AIE 麻烦你开始计时。那个在我们等这个咖啡沏好了之后，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合作社。首先，这个合作社刚才厂长念的叫 Dukundi Kawa 合作社。这个 Dukundi Kawa 这个词用他们卢旺达的那个语言很有意思，这个叫做我们要爱咖啡 Let's love coffee， 所以 Dukundi Kawa 合作社就是一个我们要爱咖啡的合作社。那么这个合作社是有那个2000年创立好了是海拔，就是大部分那个参与这个合作社的农民，他们的种植基地在海拔差不多1800到2000米高。这个合作社80%的人员是女士们，所以它是一个 women's co-op， 以 women 为主，以女士们为主。总共参加这个合作社，有1176个人参加。然后呢，这个合作社是2004年申请好他们公平贸易的资格，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讲这个是一个很环保的咖啡。这个我们公司是把这个产品放在我们的可持续系列里面。我们的可持续系列有五个条件才能叫做那个可持续系列。有机种植方法，那个公平贸易的采购方法，用再生能源加工的，用环保包装袋，然后呢也支持小孩子们的对于环保的教育。那么我们很高兴能有这个卢旺达咖啡加到我们这个可持续系列里面。咱们还有多长时间？5秒。哦，是吗？3分钟呢？你看我多啰嗦啊，哈哈。好好，我们做这个杯测的时候，那个我们先闻闻这个试香吧。试香，好，那现在我们开始。好，那就帮我拍你这个啊，应该让你看见。可以开始喽。好，可以开始了，开始。真香。是。做这个杯测的时候第一个动作是用你的手打开那个上面的帽子第二个是搅拌，因为这个咖啡杯测我们不用什么滤纸，不用什么滤网，所以这个得等那个咖啡渣子沉下去。我们搅拌是为了让它们都吸水，开始沉下去了，现在也差不多了就刚这个杯测的时候，你对这个卢旺达咖啡你能感觉到什么样的味道？卢旺达的咖啡，这个咖啡的时候喝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林木味儿，这个比较明显。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水果味道，是接近于柠檬的这个味道。对，柠檬的这个水果味道啊。还有这个入口的时候，这个花香的味道比较明显。花香哈。好。
厂长，你那边能感觉到什么？我感觉到比较浓烈的那个中糖的味道，什么味道？有比较浓烈的红糖，很好。还有什么？比较甜是吧？那个黑巧克力的味道，还挺好喝的。啊，厂长那边还有什么吗？橙子花的花香，是，很好。对，这就是前面刚才说的那个花香的那个，应该像橙子的那个香味儿。没错。好，特别好。那厂长，那个这个咖啡那个纯度和酸度怎么样？特别好，我们会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填写那个平常表。正好今天你在家，所以不能在现场做这个填写表，我们会加进去这个视频。你平时做写完那个平常表之后，你给他打一个分数，你这个咖啡是给多少分儿？九分啊！哇，这个很高啊，哈哈哈，不错，看你，很好，志刚，你给多少分儿？我跟厂长的差不多吧，这个，因为这个咖啡的特点比较明显，而且它那香味儿比较独特，有沉香的那个花香的那个味道，还有后面我感觉喝的还有点那个榛子酱的那种。浓厚的那个味道，榛子酱的那个味道，所以也有这个我感觉也得9分以上吧。9分以上就是10，还真挺厉害的，所以厂长和李师傅都是特别喜欢这个咖啡啊，我也蛮喜欢的，那行，那今天那个我们的和大家分享这个咖啡品尝的过程讲的差不多了。我们在走之前，我们再次祝大家一个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牛年快乐，牛年快乐，拜拜，厂长，新年快乐，拜拜，祝家，拜拜。